起步跳出嚟最快內檔啲馬推，其實兩步咧粉藍嗰個金永勝快啲嘅，咁裏邊檔得都快咧，綠色冇個力奇主帥啦，開邊白色冇個筆咧，亦都見到起勝步出得好快咁長啊！咁第四位裏邊內檔見到係世界精品紅色帽嘅，裏邊內檔接翻嚟咧，見到嗰隻馬咧就黑色帽樹大招風，暫時後少少三隻馬啦，咁啊紫色帽100/100啦。咁啊，中間位置黃色咁個金福最尾二嘅大包尾咧，就係粉紅帽嘅黃中黃啊，都脱曬節嘅啊！轉緊500米彎嘅時候啊，見到咧裏邊落檔出嚟先咧，見到力奇主帥咧拍住開邊金永勝兩放頭嘅三四位裏邊落檔樹大招風開邊一路推嚟緊咧，就喜勝寶啦。喺外邊上咧，亦都見到100/100嘅中間位置咧，就世界精品尾位置拖慢嗰只金永勝咧，全程包尾咧嗰只馬係粉紅帽嘅黃中黃啊！暫時鏡頭見唔到嘅，仲有200米路程就到終點啦。中間推騎兩步咧，好好反應金永勝啊！首先越過咗裏邊內檔嘅力奇主帥啦，開邊騎起上嚟見到係咧喜勝寶拍住咧就100/100過終點啊！金永勝人第二組試習跑第二名，喜勝寶第三名，裏邊內檔咧力奇主帥100/100跑第四嘅。